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而这一次引发轰动的不是在京城，却是在异国他乡的多伦多。由尼克和朋友们发起的牡丹展，让游客们领略了国花的雍容富贵，也勾起了人们对故乡的无限思念。新时代电视一台逢星期四下午6:45及晚上10:20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